兄弟姐妹，开饭了啊！今天红烧肉、猪肺、包子、小辣椒，咱们呢就开涮。家里面，人活着每天都要吃，不过人和人吃的不一样的。当年的慈禧太后吃的是满汉全席，老百姓吃的是草根树皮，官员们吃的是。山珍海味，老农民只能为吃饱不饥，小张吃的也不是很贵，只是为了生活能继续下去。给小张点赞，全是免费，感谢大家。这边，这边，来口猪肺，
不完了。今天那个红烧肉炖的不是很烂哦。感谢观看。